Hello！ 我们再重来一次。看你们都没有反应，今天情绪有一点啊，因为下雨天嘛，气候。你们今天都还好吗？还好。Okay, I love you. Okay, 我是村长。我是村长。村长。哎呀，不要来第二次了，我们都要点练习。我们要彩排吗？我练个十分钟好不好？OK， 啊，我是村长哈，大家都叫我八哥，我叫一下八哥看看。啊 ，Yes， 好，打的哈，这个声音。好，今天是连续假的第三天哈，那相信各位这次端午节放四天了，都很愉快。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有没有？有，没有？好，我给你们个建议啊。冲了啦，第三天了，你还在考虑什么？明天就要回去了。好，明天就要回去了，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好，旅途平安哈。那这一次呢，因为这次这个连续假都因为气候的关系哈，有人可能这三天都有来铁花村，应该有感受到这个什么每天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元素。那今天呢，我们铁花村呢也安排了这个 Masa 老师。有没有听过 Masa 老师？那你们来干什么啊？我在介绍，我介绍他大概要花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哦。哦 ，Masa 老师呢，过去在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那个担任吉他的一个角色哈、哦。他总共在录音室录制了大概有3000多首到4000多首，这么多的歌曲啊、哦。可是他不是。他不是说那么爱在台面上，他是个很低调的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厉害的一个狼角色哦，不是很角色，是狼角色。那 Masa 老师呢，他原本说要退休了，不过呢，为什么知道吗？人在江湖，身体不舒服。那他也希望说把这个什么台湾的那个音乐呢，这些技巧呢，再传授给下一代。然后他也自己呢跟他的女儿也组合一个乐团啊，带领一些年轻的乐手。那Masa老师呢，也很我们也很感谢他哦，能够到台东这样子啊，这样子一直来台东，到工东高工，到金一小学这边哦，去指导这些有心想要朝音乐方面的一些孩子。至少这是个好事情，对不对？至少呢，把那些飙车在路上啊，那个元宵节赤龙赤凤的小孩子拉回来，玩这个乐器，认识这个什么吉他，这样子，是不是好事情？好的，那我们结束好了。OK， 好，我的心情低落了啊。你们一直这样子，有没有吃饭？你们有吗？好，现在姜母鸭已经是季节过去了哈。那今天呢，就大概就是。开始就可能会一直杀下去，要不然呢中场会休息，可能到12点后我们再开始，中场会休息10分钟了，中场就休息这。那今天呢，门票有附饮料，大家不要忘记饮料兑换呢是到12点以前，不过11点我们就关门了哈，在这个时间不要浪费了你的饮料。那今天。在位置上呢，不要抽烟啊！唯一一个还是有个地方可以抽烟啊，这个地方哈、哦，这边抽烟啊，那边已经有人抽了表演啊，怎么点火啊，怎么抽烟都在那边哈、哦，他也会教你，你看一次抽5根也都会在那边。那旁边呢是那女生厕所，接下来在男生厕所，好不好？啊，可以走道上，在演出的时候呢，不要站在走道上哈、哦，让那个上厕所的人哈、哦，那个输尿管不要爆掉了哈。哦那吧台在那边有好的饮料，消除体力、恢复疲劳，那边都有。好，今天有慢市集，想要买个礼物的话，都可以逛一逛，手上有盖个章，都可以进出。好了，我的话讲完了，最后呢，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谢谢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Masa老师。
觉得今天真的非常的幸运，因为今天下午还在下大雨，那时候觉得好紧张，晚上怎么办呢、啊？还好，真的天公作美，今天让我们很安心的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晴朗的夜晚之下，可以好好来唱歌，大家也不用淋雨，我们也不用怕说雨会不会打进来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会很特别，我们稍后呢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台。今天我们的团员会一直不断的长大茁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带来一些摇滚的歌曲，不过今天呢也会带来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希望你们都会喜欢。那接下来再唱的这首歌呢，也是跟摇滚有关系，这首歌叫做 I Love Rock and Roll。
东宫嘛，对不对？东宫的同学，那今天呢特别来当我们的一日团员，当我们的 percussion， 给点掌声鼓励好不好？好，我们叫 Peter， 其他他不叫 Peter， 但我们喜欢叫 Peter Pan， 他是我们的 Peter Pan。是，今天就是我们会随着心情换歌，所以我们刚刚想说，好，我们今天有点想要换这首歌唱，所以让我们稍微准备一下我们的团员。今天我们算是走比较即兴的路线。Thank you.
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被很多人翻唱过，这首他们自己原本也有唱，之后被了一个女生叫做 Tiffany 翻唱。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也蛮
俏皮可爱的，因为刚刚唱了两首算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歌曲，现在带来一个比较欢乐一点的歌曲。I saw him standing there.非常好，很有大将之风。那我们的会议是来自军医的，对不对？这一学期以来跟 Masa 老师学了不少音乐相关的知识吧。那其实今天呢，会要带来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你要不要告诉大家？大家好，我是慧怡，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是 Adele 的 Make It Feel My Love， 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适合唱这首歌，所以一首应该不够吧，对不对？你们觉得嘞？是不是还要再唱一首嘞？好，因为这首歌他也要表现，我卡到他了。今天台上的人非常多，当然接下来带这首歌呢是比较轻快一点，所以他要带来他的军团了。我们请我们的吉他军团们上台。Hello， 那我一一唱名了，有我们的玉雄。
是最近 Lamas 老师呢带着这些同学们有一起玩，因为那今天呢很开心，我们特别呢让这些小朋友们呢，这些同学们跟我们一起上台，然后一起来玩音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蛮适合在台东唱的，还蛮适合在台东唱的，因为这首歌就是觉得非常适合摇摆。那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啊？因为我想让大家快乐。要快乐一点嘛？那大家是等一下你要带动大家气氛，要一起摇摆一下。帮我拍手。我要，他已经讲了，我们的女主唱点名有说大家拍手哦，所以大家等一下要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打拍子哦。好哦。那因为我们台上的人比较多，现在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先调整一下。今天我相信在你们在台下的朋友们应该也都认得他们吧？我相信他今天应该有很多亲朋好友都在台底下。看着他们今天在舞台上的表演，很开心。那我们的 Peter 还好吗？今天跟我们的团员目前合作到现在，还开心吗？还不错哈，他蛮可爱，他很融入，他完全不会害羞，这是一个最喜欢像这样的小朋友了。好哦，他们还在调整中。那陈琳啊。对啊，别让姐姐我一直一个人讲话啊。好，那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拍手，除了拍手之外，可以站起来一起动一动，就是唱。对呀、啊，让我们的体温可以上升一下。对。好，那希望大家要是觉得音乐让你们觉得很想摇摆的话，就欢迎大家可以站起来，真的运动起音乐起律动一下嘛。好 ，OK， 那我们准备好咯。好，这首我们 Tina 带来的 I'm Yours。
惜，反正大家不知道说是后续还有。那我们真的，我们的会议唱得非常好听。接下来呢，你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叫杨馨宇。杨馨宇，你要不要怎样？你要介绍他一下。他很喜欢弹吉他，更喜欢跳舞。然后他很害羞，但是就是你们要给他一点掌声，他才会自信。我们是好朋友，非常了解你。很会跳舞哦，平常都看不出来耶。还好。你像是快歌耶，要不要跳一下？OK， 好啊。那你现在要唱什么歌给大家 ？Marry You。好哦，那我们的再给我们的新一年掌声，带这首 Marry You。谢谢。
们现在呢要请同学们稍微可以休息一下，再让你们喘口气喝口水。对呀、啊，我们等一下呢，同学还要继续上台表演。我们今天不止这样，后面还有更多，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OK？ 谢谢，谢谢我们的幸运先会议，谢谢我们的子轩、玉雄、小嫩跟阿青。哦，我终于背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唱了一段就很开心的、很开心的气氛之后呢，接下来到我们每次团里面，就是我跟小 P 负责好好表现的时候了。然后这次选的这首歌呢，是我就是非常爱的女歌手的，在她这次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想说第一次唱一首新歌。今天也是第一次唱这首歌，有一点点紧张，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Oh I Ask》。Before you know, so why do we?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彩铃了吗？那我现在把这段时间交给你哦，你现在讲话好负责。好，那大家好，我是彭林。那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歌曲呢，是一首Chuck Berry 的一首很欢乐的歌。这首歌呢叫 You Never Can Tell， 是一首就是开心的歌。那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把手一起摆或者是一起摇之类的。好，那这首歌叫 You Never Can Tell， 希望大家会喜欢。It was a thing that went and overcome这个团的精神就是摇滚乐，所以现在我们把你带到地狱去了，让我们带着手 Highway to Hell。Thank you.
表演，然后我们的同学们呢也会上台，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演出，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好期待。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 Aerosmith 的 Dream On。 那接下来那首歌呢，是总觉得今天那小时在这边嘛，总是应该要来一点 Santana 类的歌曲。那今天虽然我们不做演奏曲，但是其实 Santana 有跟很多艺人很多合作过，所以他其实有做出很多很好听的音乐，所以他里面很多的吉他的 solo 一听就是 Santana 的标签，它的标志。那我们带来这首也是蛮轻快的歌曲，今天也希望大家就是听音乐听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 The Game of Love。Thank you.
首很开心的歌之后，小 P 我们要开始悲伤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Adele 的歌，那但是我发现他的歌真的很悲伤，但是这首歌其实会引起蛮多人的共鸣，像大家一定谈恋爱啊、分手啊，每当分手的时候的那种纠结，我觉得 Adele 是真的最能诉说出那种感情里面的内心的那种痛，那所以带来这首歌 Someone Like You。Yeah.
谢。接下来呢，今天呢，其实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所以其实有一首歌呢，也是我很喜欢唱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表达出我心中今天对铁花村满满的谢意。这首歌呢就叫做《Thank You》，那也是一个蛮抒情，然后我觉得它的曲风也蛮适合今天可以轻轻的摇摆的一首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的同学上台好吗？我们的君还有东东的同学，来了来了，哦，要一一唱名了吗？阿青、玉虎、玉熊，对不起，玉熊，你要知道，小笨、子璇，还有我们的星宇。我们的同学都上台喽，我们。
首歌曲呢，是一首很开心的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唱了好几首慢歌，哎，我们是还少了一个同学呀，我们都会议嘞，会议呢，会议嘞，会议嘞，我们需要你耶。好哦，我们接下来呢，这首歌也是跟同学们觉得一起玩，其实算是我们今天才大家在一起玩这首歌曲。那相信，因为这首歌其实 radio 都常常在播，应该大街小巷大家都常听。所以如果你们会这首歌的时候，到底到副歌，其实也跟着我们一起唱。好哦，这首歌我们要开心起来。刚唱了首歌慢歌，大家情绪应该比较稍微掉了一下。我们现在把情绪炒热起来吧。好哦，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同学们都 OK 了吗？
就是唱得很好，再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谢谢 Tina 帮我唱。那接下来呢，换男生唱了。今天我们前面听到的都是女生在唱歌，我们要让男生好好表现一下，对吧？谁？子萱，不要害羞，就是你。对，我们他是我这今天才算真的认识他，然后他那个老师跟我说他叫 Rocker， 我说为什么他是 Rocker 啊？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很会唱 Guns N' Roses 的歌，而且唱的跟原唱非常像，那个声音真的是惟妙惟肖，很想听，对不对？但今天不唱这首，今天呢准备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我们想要听他唱 Guns N' Roses 吗？我们就下一次我们再来听，这样大家有所期待，这样我们有个秘密武器。不但不让大家听，因为大家有点期待，因为真的唱很像，我吓到。但是今天我们的子萱，你要唱什么歌？今天要唱的是那个大陆歌手汪峰的《存在》。哇哦，这首歌不好唱哎，用实力来唱家的歌曲。好哦，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来把你们的手机给我好吗？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要死分离。多少人笑着。
会唱些还有谁的歌？就是就喜欢的歌。像谁？那个夕阳的歌。夕阳还有像我知道刚刚是 Rose 知道还有谁？嗯，谁也喜欢？那台湾的戏乐团也是。哦，你也喜欢台湾戏？其实歌也很难唱哎。对啊，那唱十热爱吗？来一句你会吗？来，我们副歌啊，副歌一下嘛。不会唱大金小段哦，大金哦，哎呦，你会唱那你小段啊，那我更那。接下来要带来另外一首歌，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动起来，对不对？你觉得嘞？哎、欸，跟你说话。嗯，下一首歌、啊。对、啊。这首也是汪峰的歌，叫《一起摇摆》。大家可以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哦。对啊，我们台上会一起摇摆，所以希望台下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摇摆吧。Thank you.
玄代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就是今天我们要再度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台上的每一位同学参与我们今天的演出，他们真的都好棒，再给他们一次掌声好吗？来啊，我们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到前面先来，对啊，你们来到前面来，到前面。好了，我们从女生开始好了。嗨，我是慧意。Hello， 谢谢。我是玉璇，我是子璇，我是阿青，我是小邓，你不是叫邓哥吗？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表演到最后的，来，同学，那叫我叫自己。好，今天非常谢谢每一个同学，谢谢你们，谢谢。对，我们先让你们下去休息一下下哈，我们等一下再要上台一起拍个照，好不好？我们对，我们先下台哟，先让你们先下去休息一下。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每位同学，其实我也想好好郑重介绍一下我的团员们。上次来其实好像没有好好介绍过，我每次都会忘记，连自己都会忘记介绍。好，先介绍是我左手边。他每次贝斯弹得很厉害，我们贝斯手小军，然后藤林，相信大家刚刚有听过他唱歌，我们藤林，还有我们最年轻又帅气的鼓手博龙，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女生小 P， 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其实生病抱病，但是还是很努力的表演的 Mas 老师。然后我是你们的主唱艾迪。好，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啊，我们也将即将要结束了。今天真的时间好快哦，不知不觉我们要也要唱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今天要带这首歌就是继续我们的摇滚精神秀，我们下次再回到铁花村哦，耶、yeah!
我们真的没有准备好过去，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我们终于想到可以唱一首歌曲了。那这首歌呢，既然你们这么热情喊 uncle 的话，是不是要站起来一下，我们跳一下舞好吗？这首歌啊，站起来，站起来，快点，快点，我们跳一下，我已经满身是汗了。这首歌很适合大家一起跳舞的歌。
forget about